有一天有一天，这个土地凉飕飕不来呀，一出一头还是凉飕飕的。这地上浇浇木材了，咋了这土地这就热了？你什么风？你空气凉爽。你看看，玉米是不来，就是缺雨。那个比沙巴的那个这玉米嘛，要到天不热没出来，这就出水呀、啊。我想吃点钱，自己的锅也不自己的锅，肯定不是免钱的。他不行，我说，儿，必须得抓准，不能八卦箱。八卦箱早是不抓了，但是还活的呢。啊，你这盘活要抓一月，这就短了，这就。哎，他就不拖这些水花了。这炸出来些嘎冰棍。等会儿吃，等会儿别。炸菜个好，多炸点小菜。哎，这个刷好了，刷水了。哎，不拉够，又有小菜。给我了，吃面皮。哎，然后还吃种面皮，然后。这一会儿下子来个酒，今儿吃面皮。先煮炸。吃完酒，吃完再吃面皮。哎呦，也酸。不来这个酒，看你调不着啊。不吃啊，那不是吃个酒。天天还敢闹吃几个酒，你看一个吃也不了。哥，不让这么动弹，你看让一个人抓着就吃了。我给你加水，你不吃。自己吃。是吧？别提。哦，那不吃血啊，吃皮了。吃几个了？二哥，这多少钱了？今儿还几块钱？